看小黑的奶特别大了，已经怀了，现在摸的都能动了。哎呦，麻烦了哦，这下怎么搞？黑妞，啊，你为什么怀孕啊？哎呦，黑妞，你还有心情打滚啊？啊，小心点，别搞到你的小宝宝呀！哎，这下你让我怎么搞啊？你看，特别大了，黑妞，哎，这下我怎么照顾你？我胃又痛，哪里去不了？你看，现在走路都是甩的了。哎呦，他在无人区的时候就怀了。我估计他怀的还是就是咬到我跟咬死百度的那个混蛋的，100%是啊。哎呦，还有心情打滚呀你！完了，小黄的也挺大了，麻烦了这下。你看摸着非常大了。哎呦，这不是要命了吗？房子也住不到。这下彻底完了，我的胃病犯了，去那边医院也去不了。现在小黄小黑都怀孕了，小黑是马上就要生了，我也没租到个房子，现在也快到冬天了，特别冷，这样子我怎么搞？哎，为什么所有的倒霉的事情都要发在我的身上？真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这怎么搞？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担心他俩怀孕了，我去了宝鸡吧去检查，他就说现在查不出来，他说你到个40-50天的时候你再去查。如果我现在去那边吧，我又担心被隔离了，隔离了的话他把狗收走了怎么搞？哎，非拉毛大眼睛把他带出来，真的他早不怀晚不怀，偏偏跟了我他就怀孕了，两个都怀了，可能是我喂的太好了吧。哎呦，有没有在西安这边的朋友先帮我租个房子也行啊，就是让他们先生完再说吧，要不然现在如果生在我的车上可能会冻死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弄？黑妞，你看你这肚子，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啊？非常大了。小黑妞，你也命苦啊。哎，要是我早点捡到你早点跟我的话，你也不会怀孕啊，也不会受那么痛的苦呀。哎呦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给他们喂好一点吧。等一下去给他买点鸡胸肉鸡腿啥的，明天给他们煮，今天来不及了。现在每天给小黑妞加个餐吧。哎，可怜他呀，他也是命苦啊，现在又怀孕了。吃，小黄别吃了。哎呀，吃挺香呀，小黄你别吃了，你就吃狗粮罐头得了。小黄你要懂点事啊，黑妞怀孕了得给她吃好一点，照顾一下她，知道没？你不能抢她的，你要懂点事，听见没有？过几天我好好喂你，听见了没？现在考验我的时候到了，小黑是马上就生了，她那个肚子可大了，小黄也已经怀孕了，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搞，一直也租不到房子，在这个车上吧好多东西没准备好。哎，买的东西一直也发不过来，真的。前段时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怀孕，我就买了那个什么打胎的药，一直也没给我发过来。哎，我的人生真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，总是哎，你看我前年骑行的时候啊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，我一直也没放弃。这次在无人区坚持了66天才把他们救出来，也没有放弃啊。最近吧，黑粉一直攻击我，一直说我什么诈骗别人啥的，哎，搞得我心情也不好啊。真的，平台开通了一个打赏功能，好心网友自愿去打赏，怎么叫诈骗呢？如果这个都叫诈骗的话，那平台为什么要开通那个功能？是不是？对吧？你要说你是未成年人，或者说你是精神病患者，哎，就说你的大脑不受自己的控制，你发给别人，那没错，你是后悔，你可以要回去。而且给的时候当时都说，哎，你给狗狗们买点吃的啥的，我已经买东西给狗狗吃了，又要回去，真的非常不地道，但我已经还他们了啊，真的。哎，现在压力可大了，但是又不得不
坚强的面对现实的这个生活，真的，只要你活着一天嘛，真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吧，哎，我也得承受着呀，再难你说也不能放弃他们，对吧？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出来，现在又怀孕了，如果我抛弃他们，我不管他们，那就没有人管他们了呀。哎，我今天心情也不好啊，压力真的太大了，我就说这么多，下期再见吧。